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呢是 UCLA 的棕棕熊行进乐队登场了。这是一所全球排名前30的学校。这一场演出呢，也是美国时隔62年再一次参与台湾的国庆大会。乐队呢，他们已经有7年没有来过台湾了。这次乐队的编制呢，有超过100人哦。他们会演奏美式足球赛的战歌，还有这种充满拉丁风格的曲风来为台湾庆祝。那我在之前呢，在和建中乐器联队做访问的时候呢，有和他们询问过，他们也说啊，棕熊行进乐队呢，就是很符合我们一般想象当中美国的那一种大雪的乐器队，演出很可以炒热现场的气氛，所以他们也很期待今年可以近距离的欣赏演出来相互交流。
这个 UCLA 棕熊行进乐队呢，他们呢平均每年演出会超过120场，是美国公立大学的冠军。那他们演出的场域呢，包含像是运动赛事啊、电视、电影的演出，还有大型的企业活动或是私人活动。比方他们像曾经有和滚石乐队，甚至是韩流团体 BTS 防弹少年团的音乐录制合作过。